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各位网上听众，你们好，我是袁大明，好高兴今天又能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我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这个节目的目的呢，是希望呢是为香港寻找一条出路，能够真真正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咁我哋唔係希望呢係只係同大家一齊大肆批评下政府某机构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得唔好，咁大家发泄一轮就算。我哋希望呢係能够深入啲讨论问题嘅根源，了解问题嘅来龙去脉，咁最后呢提出一啲具体性嘅解决方法，同埋建议我哋每一个人喺呢种情况之下其实可以做得啲咩嘢呢。咁好啦，咁今晚我哋要讨论嗰个问题呢，就係、是、关于都同教育有关嘅，咁就係、是、原来呢我哋最近传媒呢就发现咗呢，咁有一个问题，咁就原来呢学校呢好多时候呢就接受嗰啲书商嗰啲教材书商嗰啲赞助食嘢春茗嗰方面啊，咁或者呢就所谓借一啲咁样嘅学科室里面嗰啲器材啊，譬如电子白板啊，咁呢啲器材都好贵嘅。聽聞3-2萬一塊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哋成呢啲咁嘅器材咧，通常兩年到咧就用完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可以咁講咧，係變相咧係即係送好多嘢俾學校嘅咁。咁原來咧，我哋香港嘅香港有35萬嘅小學生啦，咁原來平均每年咧，佢哋可能咧用喺嗰個書簿費咧，差唔多2000蚊書簿費嘅。咁計一計呢條數咧，原來書商喺呢方面嘅收益咧，是數以億元計的，我都未諗過，原來是一個咁大的生意嚟嘅。咁所以呢係學校呢係書商每年嘅必爭之地。咁佢哋呢就喺每年呢經常呢去啲大型嘅舉嗰啲所謂嗰啲辦學團體裏面呢係舉辦啲講座啦，咁宣傳佢哋嘅教科書有啲套餐，咁企圖呢係吸引學校嘅選購嘅。咁呢、這個去做嗰啲介紹嗰啲咁個學校啲教科書冇問題嘅，咁成呢啲係一般嘅商業嘅即係個售賣嘅行為啦，咁你都需要嘅，咁要人哋點知有啲咩賣呢。咁但係呢發現呢，其實呢喺同時呢係背後呢有好多好多嘅嗰個所謂嗰個利益嘅收受呢，咁好明顯呢係睇到呢係可以話呢係即係就算話唔係犯法都好啦，其實都係唔道德嘅。咁原來呢個問題呢就唔係最近發生㗎啦，係發生咗好耐歷史㗎啦。好啦，大家對呢方面嘅認識有幾多呢？冇乜㗎咋。咁其實我又覺得有啲乜嘢唔妥呢，即係譬如一個書商出版商推介佢嘅產品，咁當中啊，俾啲贊助俾人，呢個好普通嘅情形啫。俾啲贊助，但係有貪污嘅成分，點搞咧？呢個冇利益收受喎，係贊助間學校喎。譬如你贊助佢個器材，係贊助間學校噶嘛，唔係個校長班校長攞咗個白板去用噶嘛。嗯，係嘛？嗯，如果係真係犯咗法啦，廉署都拉咗佢啦。咁啊係啊，梗係有法律漏洞，係嘛？即係我就咁睇，好難講佢係即係個行為上有問題嘅啫。佢借啲嘢嚇，借啲嘢俾你用。係啊，借啲嘢俾你用，咁佢又唔係直接俾錢呢個學校。係。咁咧，佢係一種促銷手法，促銷手法。咁引你用佢嘅嘢。等於救生會，即係我哋發咗達，咁送間學校一啲資助。成日都有啊，咁你救生會嘛，你唔係買嘢俾佢嘛，咁呢個好多全世界大學都喺度籌款㗎啦，對救生會籌款㗎啦，係咯，佢家姐 sponsor 佢啫嘛，嗯，仲有喎、啊、嗱，
呢扎书呢扎咁嘅出版商吓，赞助佢，未必你赞助之后，最后嗰张书单一定系你嗰间投得到噶噃，系咪先？个白板好似系要监佢要嘅，监佢一个条件系，喂，唔系成两万，唔系得一个出版商啊嘛，咁多个出版商，你可能请咗嘢之后，你未必可以攞到单生意噶噃，吓，即系你等于。即是民建聯搞蛇宴搞免費太極班、啊、等於台灣那些吃流水帳選舉理論上是啊，那我吃完你那餐不投你票啊，但是你知畢竟你大家中國人的心理來的嘛，即是大家不要說鬼佬都是什麼心理，那我受不了你恩惠你好不好意思這樣啊，即其實他是預了可能有少數人那麼鬼人憎是吧，收了你著數就不鬼幫襯你，但是其他人 你其實很難的，下次就不鬼送東西給你啫，即是又是九千元的蛇宴那個什麼宴啊，春茗啊，那是春茗的宴食那餐，那你食完人那餐，那你通常 你不要食完就算，那你是不吃的，吃得你就即其實 是收了他的利益的嘛，其實這個呢收即是吃這餐這個呢就真的有些問題，九千元、啊、我都不知道九千元一直的、啊、即不是一個普通的，不是名貴的問題，你為什麼要吃那餐呢，這個才是問題，是即係呢個其實廉署係可以即係干預㗎喇，就算唔係呀，佢有個防止貪污部門㗎嘛，廉署佢應該係同佢研究呀，就勸喻呢就要唔好搞呢啲咁嘢，要取消㗎、嗯、因為你所謂廉潔呢有時就並不是一個法律嘅問題㗎，係一個道德嘅問題㗎嘛，即係你啲細眉細眼嘅地方個個都係貪得貪啦，咁你大咗係咪都係會貪㗎嘛，有個學校㗎大佬，是 你教人的地方我哋竟然呢咁鬼贪小便宜成千蚊係咪，咁呢个绝对系同呢个贪污嘅观念啊，即係收受利益啊，收受贿赂嘅观念上呢系相当矛盾，而且即係技术上我觉得你真係拉个校长告啊，佢即係以儆效尤都系应该嘅啫。嗱，因为点解呢，你嗱食咗呢隻咁樣收咗利益，有冇問過個老細呢，即係有冇問過校董會批准呢，哦，即係校董會要批准吓、啊 okay, 校董會就要問過係啊，理論上校董會啦，即係你唔係問過學生㗎，但係你校董會都係幫人做嘢啫，即係任何 A 准，即係防止賄賂條例第八條啊，防止商界貪污嗰個，任何 A 准你幫個 principal 做嘢嘅時候係咁呢，你收到任何利益你都先要問準個 principle， 係咪，如果唔係呢就已經構成犯法㗎啦，即係我幫你做嘢，但係我因為幫你做嘢過程呢有利益嘅呢，咁我話俾你聽我有呢個利益，但係如果你個上級已經預先所以校董會批准你，咁冇問題㗎啦，係所以收受回傭係可以好合法㗎，回傭係完全合法㗎，好多行業係靠回傭生存嘅，咩講明㗎嘛，你做幾多就你喺度抽呀咁樣咁就得囉，但係你話喂唔係喎，我就咁做呢件工作㗎喎，咁我嘅判斷係呢個商人最好喎，呢件貨最好喎，咁我幫公司買咗啦，但原來背後收咗 5% 喎，佢俾返你喎，咁呢咁佢其實個損失係邊個呢，咁個僱主㗎嘛，即係個 principle 啦，唔係僱主嘅，即係嗰個主持人啦。咁你呢個情況呢，即係法例就禁止啦。即係你收咗利益而唔話返俾個即係主持人聽，即係個 principle 聽呢，就係構成防止公道嘅辦法。如果呢個情況之下，呢、這個情況你諗下 fit 女，咁好多人都去，即係好多人一齊食㗎嘛，係咪？校長啊，先生食㗎嘛，應該係咁意思啦，係咪？啊，你收咗利益啦，去食嘢啦，食啲咁貴嘅嘢啦。咁其實你要向邊個交代一下呢，即係如果你係代表間學校，咁就校董會囉，即係佢知唔知呢，咪如果我係校董我會質疑喎，你唔食得唔得，做乜冇，咁你自己出錢食啦，係咪，即係春茗學校出錢啦，係咪，即係咪春茗係學校嘛，係咪，唔係佢個書商請春茗，咁你用個數額就唔係教書呢，唔係做生意就唔需要食春茗嘅，即係你做生意呢，甚至你又唔係商業機構你食乜鬼春茗呢，商業機構就互惠嘅關即係你已經當咗係規矩啦，你唔可以唔俾面㗎嘛，但係呢啲係大家我用唔用你嘅書應該好專業咁判斷㗎嘛，
咁你食乜鬼春茗咧？係喎、啊，學校唔食冇春茗食。即係無啦啦，謝師宴就有我謝師宴夾錢㗎嘛？係咯，即係學生啊，咁嚟到多謝先生啊。咁唔關事喎、啊，邊使成9000蚊一席啊？食餐飯得啦，謝師宴係嘛？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啊，即係要逐間，即係逐個校長問下佢，你校董會批咗你冇？系咪？校董会仲有冇喺学校嘅通讯度公开呢啲？即系有冇透明度啊？啲、先生家长知唔知？喂，其实唔系香港啲教啲家长就俾好少钱嘅啫嘛，政府资助噶嘛，大家中学、小学都系嘛，九年免费教育，系咯？咁其实政府准唔准噶？要问过，即系呢个系咪大家系一个清楚准许嘅情况？系咪？你试下拎出嚟问啦，立法会议员好唔好啊？政府應唔應該批准呢啲咁嘅行為啊？啲黐線！據我所知咧，如果公務員咧就一定唔得噶啦。公務員問準上司都好難噶啦。唔係公務員就係你享受即時取用啊嘛。我知道。Consume on occasion， 即係因為佢你公務員有時都要出去做嘢噶嘛。我知道。即係你要打關係噶嘛，有時唔係自己想食噶嘛。咁但係呢啲咧。你即席食嘅啊，咁啱你唔使問添，即係你食飯咁樣就得嘅。但係你嘅習慣上都係會通知上司。我覺得唔妥喎、啊，有啲嘢咁你梗係唔好做啦。責任喺自己度嘛。其實責任喺自己度喎。呢、這個校長咧，如果咁講話咧，佢責任喺佢自己度，即係佢接唔接受呢啲利益，接唔接受啲好處，係嘛？呢、這個係關乎你廉唔廉潔噶嘛。如果你覺得喂嗰啲係啫雞髀打人牙膠丸。食完嗰餐之後，第日要買佢啲書喎，咁樣，喂，咁啊，梗係唔應該食啦，常識嚟啫嘛，嚇、啊？嗱，我反而咁睇，嗱，即係話校長嘅人工，我相信都唔係低噶啦，好高嘅，香港幾萬㗎，十幾萬嘅係香港嘅教育，即係以佢依家即係咁嘅人工，即係都竟然係貪食一圍9000蚊一隻嘅，即係咧。啊、李生嘅春明贪心咧，同我知道同金钱多少失交，我好明白。我喺诱惑面前都好软弱嘅啫，系咯。咁但系需唔需要即系舐到咁尽咧？即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嘅，即系大陆咧，依家你唔好以为贪污贪得好严重，都系睇情况嘅啫。即系9000蚊。即係如果係9000蚊一直食餐咁嘅嘢咧，就要負責任咧，要負咁大責任咧。我相信即係睇大陸做嘢都唔會做嘅，因為對我哋嚟講，9000蚊一直咧係好 cheap 嘅啫。係商界嚟嘅，商界好 cheap。商界好 cheap。喂，咁我喂開始走，自己有幾多成1000蚊食餐飯？開始走都唔係呢個價錢。唔係咁容易啊！自己去使錢會使成1000蚊食餐飯。唔係咁一個人就好少噶嘛，一般嚟講2-3百蚊已經夠啦，2-3百蚊好食嚟好啦，一般人嚟講。係咯，咁你梗係有人請先食成1000蚊餐啦，咁啊好唔掂喎，我覺得。即係我反而質疑，即係依個唔係一個校長、兩個校長，係一班校長幾十個、幾十個。香港啲教育幾失敗咧，就睇下啲校長幾失敗咯。即係我哋，即係呢個常識都係好欠缺嘅。即係剛才你講話好腐敗咁，其實都真係期待有志噶，所以我哋香港嘅教育即係要徹底要改革，即係我哋真係有啲嘢要做，係嘛？呢個係校長小學校長會嚟噶嘛，咁即係全部都校長嚟嘅，好嘛？哇，幾犀利喎嚇！即係唔係我嘅驚訝咧？就唔係話一個半個或者三四個，喂，緊嘅啲人貪心噶啦，係，但係所有嘅人一齊去。是集体贪心喎、啊。即是呢这个就是呢一个就怕被人告一齐就没得告。是。即大家都是认为是吧还有一样东西我告诉你就是现在看这个这情形呢即是就算有一两个个别他不可以啊。他呢反而他这一个两个个别呢就会有问题的因为呢其他人孤立他咯。校长你大晒的嘛间学校。怕人孤立你真是大件事啦如果。有咩事啊？冇乜事嘅，唔系冇乜事嘅，但系即系冇咁即系同你冇咁好，冇咁 friend 咁解咯，系嘛？呢、這个嗱，咁我哋睇到咧，嗱食嘢嗰度啦，咁食咗之后，佢用唔用即系佢有选择嘅，咁但系咧原来睇到咧，佢哋嘅报道调查发现咧，佢话原来咧系用借用白板咧，就唔系即系你一定要帮佢买书，
咁佢先可以免費借用價值差唔多成20,000蚊嘅互動電子白板嘅。嗱，咁我哋去睇啦，咁喺某程度上你可以解釋，咁呢個白板咧都係俾學校啲學生享用嘅。咁你話佢買書當佢係未必你買貴咗啦，咁佢總之佢抗佢買咗，就算買貴少少，買貴都啱喎。係啦，咁即係佢啲嘢俾翻你享受咁啫嘛，你用翻啲嘢。呢個係一個推銷嘅 package 嚟嘅啫。嗯，呢個咧我又反為覺得係仲反而容易走罅喎。係咯係咯，即係走罅，除非當然啦，你再比較嗰啲書又貴過人嘅咁樣。咁或者你即係你買咗書，份書裏邊咧就你買埋嗰個白板咁咯，係咪？即係每人出少少錢就買埋個白板咯。咁即係你都可以咁睇到嘅，因為真真正正受惠嘅人咧都係出錢買書嗰啲學生啊嘛，係嘛？咁同嗰個食飯有少少玩啲咁 high tech 嘢咁解啫，即係有啲即係教材，即係教材，即係要佢揾啲咁貴教材俾佢啫。佢如果唔介意，冇所謂嘅，係嘛？咁而家都即係互動電子啊、互聯網啊，即係電腦咁。而家好多小學都係贊助咗嘅喎，係嘛？邊個贊助？係政府噶嘛，一樣係資助噶嘛。係啊，係啊，係啊。其實都係政府錢嚟嘅啫。書本啊？啊，香港書本政府俾錢嘅咩？唔係啊，書本就唔係係嘛，但係我學費係啦，學費啫嘛，學費即係津貼一部分啦，咁樣樣。咁即係你要睇到咧，嗱，即係白板嗰度都可以，即係可以解釋到啦，即係嘅受惠者都係啲學生咁樣樣。咁但係食飯嗰度咧，咁仲有啲咩嘅方面咧？嗱，有一間學校嘅校長咧，佢即係就不如佢仍咁提議啦。佢話你唔好俾你唔好俾即係呢方面嘅著數我哋啦，你不如將你嘅書本。就係減下價啦，咁呢個就係平民學校之稱嘅仙元行學校啊。咁呢位校長好得意噶，梁紀昌嚇，直情叫佢咁做。咁竟然咧，嗰啲書店咧就話唔得咁樣。咁校長諗住學生多數來自草根階層啦，咁即係能夠幫佢慳啲錢係好嘅啦。咁但係書商就唔制。咁嗱，我覺得如果個書商制咧，其實都某個程度上咧。其實都 OK 嘅，咁即係話咧，你為學生爭取一啲平啲嘅書啊嘛，啊減價啲書啊嘛，咁如果佢咁樣做法，我覺得都係 OK 合理嘅，係嘛？咁即係你都係大家去睇啫嘛，啲課本書。咁呢個就嗱，那個書商話我唔得，佢唔制喎，唔制冇問題嘅喎，你可以唔買佢嘅書噶嘛？即係佢嚟講，即係做呢啲出版商，即係出版呢啲教科書嘅出版商唔係好多嘅啫。系咩？香港大概几间？唔系都有几间拣啊？几间嘅啫，但系唔会多嘅，即系唔会超过10间。我即系如果佢寡头垄断咧，咁咧，医生我哋都话要有不公平竞争法咯，系嘛？系。你睇到呢、這个个效果就系呢啲情况会出现啦。嗱，咁呢个睇下嗰啲可以佢用不同嘅手法啦，即系不良嘅推销手法就系呢啲啦。咁吓，系嘛？成个 package 监你要一啲嘢。是吧其實是打落個成本，一定是打落個成本度啦，成20,000蚊塊波，你唔幫淨係買書，點會送塊波俾你啊？係嘛？咁你諗下啦，如果調翻轉頭啊，你成間學校咁俾佢壟斷咗，咁你唔告佢啊，真係唔啱喎嚇。同埋最大問題其實就係依班咁嘅校長，如果佢哋喺團埋一齊，統購統銷，同呢班咁嘅書商啊，即係出版商一齊嚟同佢講。几多折你都要减噶啦，咪咯？点解你？点解你系要成？我点解唔敢做吓？点解你系要成？点解你系要成9,000蚊一折？然之后，然之后就要加价咧？你就算个书商，你有个书商又有联手咁样，咁你呢边又联手，然后捉埋交通局坐低，大家开个会，咁样。使乜我费麻烦交通局啫？实要低头，我做生意一定低头。你啲客同我讲，唔系买齐，我想唔低头都唔得噶。咪叫多学生全部用影印书啦，系咪？嗱，咁呢位校长梁纪昌咧，咁佢都话学校选书嗰个关键考个因素啦。咁当然啦，嗰个书价要合理。佢一定系咁讲噶，佢唔可以。系嘛？咁嗱，呢位校长就要求佢减价啊嘛，系咪？即系佢话你唔使俾奖品我哋啦，但系你俾我哋奖金啦，咁起码嗰啲学生受惠。咁呢个原意系好嘅吓。咁嗱，好啦，咁香港选择教科书咧，佢有几个准则啦。咁其中就系书本是否按照教育局指引编排
同埋教材是否合適咁樣。咁嗱，咁我相信我即係我離開多校小學咁多幾十年啦嚇。咁而家係咪即係大部分嗰啲教科書都係基本上都係應該跟即係跟照教育局嗰啲指引㗎啦，係嘛？即係編嘅。你想唔跟都唔得啦。係咯。咁但係佢個內容唔會話大家一樣咁，唔會㗎咯。應該係有啲各有出入嘅。系咯，咁即系写书嘅，你唔可以限你点写嘅。嗱，据我所知咧，即系用英文嚟讲咧，即系教英文嚟讲，教英文语言嚟讲咧，即系教育处咧就有指引，即系你每一级嘅学生应该要识啲乜嘢。咁啊，跟住佢要识啲乜嘢，譬如 grammar 咁样咧，即系个语法咁样讲，咁佢咪编啲教材咯。咁嗰个内容咧就由即系各自你哋出版商你自己决定噶啦。佢請啲作者去做啫，但係譬如佢呢個級別嘅一定要識 article 嘅 ，AM 對點樣用法嘅，咁佢咪要整啲教材去識 AM 對咯，就咁。唔係咁呢個係啦，一般都咩啦，都出版嗰個做法係咁啦，即係你揾作者去寫嘢啫，係嘛？咁你咁其實出嘅有幾間，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呢啲講乜教？即系中名嚟讲，其他我唔知道啦。即系英文呢啲咁嘅教科书系点样出嘅咧 ？OK， 咁啊攞咗嗰个即系 syllabus， 即系嗰个教程咁去编啲书啦。咁有两种编法嘅，一种咧其实已经呢个世界已经有现成嘅教材喺度噶啦。嗯，你就编嘅啫，即系将啲嘢剪剪贴剪落去啫。嗯，呢个一种。第二种咧就揾啲现役嘅教师，一人就写一啲。類似咧，即係主要係呢兩種方法，即係其實呢個係毫無創意嘅工作嚟嘅，即係冇乜衰得過寫 textbook 嘅人，係毫無創意的工作嚟嘅。所以我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即係你翻學係咪一定要用 textbook， 係咪一定要用教科書咧？即係據我所知就未必嘅喎，即係例如美國好多小學咧係唔需要人買教科書嘅。因為在網上面其實已經是值得 download， 教英文來講已經是可以 download 很多樣東西，不同的教材都有齊的了。你假 download 就可以了，不需要買書。其實香港很多國際學校呢已經走到這個方法了，派紙仔的嘛，總有沒有，我可以告訴你質素就肯定是高過你現在所謂的 textbook。 而且呢是有個責任，那些先生呢是準備一套教材，他自己真的掌握的教材去教人，同埋佢亦都就到佢嗰班個水準，或者有啲咩人有啲特別嘅嘢，佢其實佢嘅責任嚟嘅。其實我都問過一啲教書人咧，喂你即係佢又啲學問係幾好啊？大家嚇同學嗰陣，咁亦都覺得佢即係嚇又寫到嘢啊，寫嘢好過我啊。咁我點解你唔自己整教材咧？咁樣咁佢就話咧，哦冇嘢，呢啲教材一定自己寫一定好唔過。即係出版商整嗰啲㗎喎，因為佢思路散晒㗎嘛，咁人哋好耐心機，可能一路 update 呀 amend 呀咁樣整出嚟，出得幾版之後，咁其實你自己好難做得好過佢嘅。佢咁講佢自己。咁所以呢就冇話咁老，即係咁老土自己去設計啲即係自己整教材呀咁樣。咁但係你問我的經驗呢，我教大學啦，係咪即係我嗱嗰啲尤其是教嗰啲咩 space 啊嗰啲啊，嗰啲好多懶教課程嗰啲咧，嗰啲負責搞個課程嗰啲人咧，自己就好，唔係佢好著意咧，喂講啊，整本書有個書名叫佢買，咁咧原來嗰學生係中意咁，但我自己咧就話唔好啊，我整份嘢印俾佢哋咧，整兩三百頁嘢出嚟個 syllabus 咁樣，咁啊或者我哋唞一唞，翻嚟繼續講下呢啲經驗啊，好。當然我哋可以有時間就去個大自然裏面，我哋除咗個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樣呢，就可以做到個接地氣。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時候呢，其實而家市面上呢已經係有一啲接地氣嘅產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經一路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買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個接地氣嘅治療啦。接地氣產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㗎喇，联络电话係2882-4848。
好啦，咁我哋快快脆脆翻翻嚟咧，即係繼續諗下啦。因為我頭先所睇到嗰、那個，即係到底有冇即係規範咗我哋嗰個防止賄賂條例嗰個問題啦。咁但係仲有一方面我哋睇下咧，即係我點解我哋需要有啲規限性嘅教科書咧？係咪？咁我哋知道咧，頭先我所了解到啦，就係香港嘅好多國際學校咧，係佢哋冇嘅，係派子仔嘅。咁而喺外國都係嘅，外國都係。小學裏面有啲咩教咁巴閉咧？點解唔可以自己整套資料咧？嗱，咁你頭先教英文咁咁多 textbook， 咁呢個先生自己集大成呢度執啲，嗰度執啲咁。咁多嘢做啲啦，一百幾十頁嘢啫。咁你一個專業嘅教師，你唔可以準備一百幾十頁嘢咁教一科你嘅專長嘅東西。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又真係唔明點解香港嗰啲先生咧，真係唔覺有呢個習慣咯。喂，補習天王咁值錢，因為佢份碌屎咋，咁碌屎係佢自己整嘅。咁係啦，咁份碌屎佢仲係個商業畢業生，成日睇住個。Syllabus 嘅變化，市嘅變化，佢一路 amend 嘅，而家有曬電腦，有 work 啊，有咩啊 ，work processing， 你年年 update， 日日 update 都得噶嘛，你自己個 file， 咁其實係應該係咁噶嘛，咁但係工作多咗好多對佢嚟講，但係問題你咁你一個專業嚟噶嘛，就係你唔能夠就，我就覺得其實香港嗰啲教師中學、小學都係冇呢樣嘢嘅。你俾我，如果我有一日话喂，你去教个中学教个课程啦，教哲学啊，我话俾你听，肯定你冇份教，点解？因为你冇 set app 啊，唔系佢哋有啲咩通识嗰啲咧，佢嗰啲你唔入佢个会，你冇份教啊！话知你系，话知你苏东坡，你都唔可以教中文啊！话俾你听，我唔教传统嗰啲啦，即系如果假设有啲咁嘅嘢啊，嗰啲嘢喂冇，其实冇足冇先，系咪？你自己谂掂佢噶，比如你教通识。教咩國際關係嗰啲常識啊，環保全球一體化嗰啲咁嘅議題啊，喂嗰啲當然而家嘣嘣聲啲人又要出 textbook 啊，咁其實好老土啊，呢啲嘢常識嘅嘢各有各個睇法噶嘛，尤其是你學校嚟講，你交俾間中學咁，你梗係可能你去教嗰個係咪要自己揾套資料啊？係咪上互聯網好，去圖書館好，喂係好應該係咁啊！任何教書教一個課程，你咪要即刻去準備啊！咁呢個係先生嘅天職嚟㗎嘛，咁如果你話多嘢做咁咪暑假囉，或者你第一年教你就減少啲教學嘅時間，你自己一路做一路咩，第二年就唔使啦，你 update 就得啦，咁樣係冇呢個習慣，我都奇怪嘅，全香港嘅中學小學呢都係要自己，即係都係呢買本 textbook 習慣係啦，咁 textbook 唔係你寫，講真即係你其實都係演繹人哋嘅嘢咗，係有咩好得過你自己去寫一樣嘢呢，即係你自己通透㗎嘛，因為你寫出嚟嘅時候自己準備嘅時候，但係就我真係未聽過啊，咁係咪唔準呢？我相信又冇理由唔準㗎，因為理得你啫，你考到試嗰、那個就係最大嘅證明嚟㗎嘛，係咪？你中學唔用 textbook 得唔得呢？有冇啲實驗中學夠膽咁做呢？我估係有㗎，不過冇人去褒揚佢哋。據我都係諗到，即係佢點解咁做呢？即係好明顯啦，我哋嗰個所謂教育局呢就有一套嘅所謂 syllabus 啦，係咪？即係佢有個指引啦，所謂咁樣。咁我大家咧都要根據呢個指引啦。咁其實我講俾你聽咧，其實成件事咧係反映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就係我哋教育學啲咩嘢？呢個地球上千變萬化，啲不斷咁變。而我哋教育咧死板板咧，就話俾你聽咧，你要學啲咩嘢？乜嘢時候去學？同埋咧入邊嘅內容係應該要咁喎。咁你有睇到點解我哋香港人咧走出嚟係唔識諗嘢啊？我哋成個教育，你睇反映到其實好多老師係真係好懶嘅啊！佢或者覺得自己冇咁嘅能力嘅，教到自己要教嘢，咁不如攞本書，然後咁咪讀早你少少啦。啲學生始終都係然後啊，識嘅嘢少佢少啲嘅咁。咁佢一種係一個好懶嘅手法咧嚟到做教師嘅。咁嗱嗰個嗰個咩嗰啲天王補習係嘛？咁佢哋睇到咯，有一個商機。咁佢哋好刻意咧，係設計嚇，即係訂造，然後度身訂造，為一個教材咧係達到佢某個目的咁樣。咁人哋可以做得好好，賺好多錢嘅，數以聽緊咧，唔係一百萬，因為佢唔係喺你個官僚制度裏面，冇錯，佢係一個市場度，喺個口碑嗰度，冇錯啦。即係你唔好成日話呢啲啊，我覺得好偉大嘅。即係嗰啲高學生，如果唔覺得有需要，我又唔信啊！即係算靚仔，佢唔會俾啲係啦，唔會令佢唔會走咗去啊！唔會貪個靚仔定靚女就走去上堂啊！佢哋好現實噶嘛，梗係佢哋真係有用，到佢用得著啦，佢翻嚟話俾啲師弟聽，咁又跟住去噶嘛。
嗱，呢个咪证明咗咯，好嘅教材系要自己整噶嘛，系嘛？咁你啲先生喺个官僚制度里面活得耐，咁又铁饭碗，咁唔系咪跟制度系最安全噶嘛？你自己整本 textbook 喎，已经跟人哋话啊，有人督下你背脊，你嗰本嘢有冇错啊？呢样嗰样啊，咁系嘛？咁啲学生又可能唔高兴啊，咁不如即系稳阵啦，啊咩智慧出版社嘛，超明出版社，我以前睇印刷嗰人见，即系中学嗰啲教科书系咁。咁我睇过又唔即系记忆中唔差嘅，咁你课文必读啊，中学会考嗰啲十几课啊嗰啲咁嘅，咁佢嗰啲系 OK 嘅。但系你话特色就唔觉得有噶啦。咁但系你都可以话喂，我唔跟就得唔得咧？我就系要嗰十几个科中文咁样中史咁样。亦都有好多人係自己有自己碌屎㗎喎，我記憶中都係有㗎喎，中學even中學或者預科或者你去嗰啲夜校嗰啲，好多都係佢自己準備自己碌屎㗎，即係佢唔需要你話用一本 textbook， 一本 textbook， 即係你問我去到大學教書嗰陣呢，咁啲人話咩香港 company law 啊乜乜乜作嗰本啊咁樣，我話嗱，即係就算我抄佢一橛大橛攞嚟做 textbook， 但我就一定唔會呢就叫人用 textbook 嘅，因为你教到大学仲话叫啊，你睇书啦，揭第几页啦，我话即系咁好衰嘅，我觉得，即系咪啊？一系自己嘅嗰本书，自己写好地地啊，系嘛？但你话要攞本 textbook 用咁搞错，咁你仲系咪即系？喂，唔系大学嘅 syllabus 千变万化，唔系即系个 syllabus 系就噶嘛？因为大学一定系话喂，嗰啲课程系要时时有改变，有特色噶嘛，个。lecture 個個教授佢自己設計噶嘛，基本上是自己設計，係專家嚟噶嘛。喂，大學哥請你翻嚟教啦嘛，冇話喂，我俾個 syllabus 你就一頁兩頁噶嘛 ，syllabus outline 嚟啫嘛。即係就算有書名都係佢即係代代相傳叫落嗰兩本即係 leading 嘅書，但係你冇話限你點樣教啊嘛，永遠都係自己去諗噶嘛，係嘛？咁你知啦，如果你教個科師，你走去睇一本 textbook， 我咪翻去睇佢嗰個。通常啲教授梗係寫個 reference 寫幾頁紙咁，即係睇你就冇得睇啦，你根本唔睇到啦，咁你一日上個堂咁啊講俾你聽啦咁咯。咁佢最精彩嘅嘢都係佢自己集大成，佢自己表達出嚟嗰套嘢嘛。即係好嘅先生啊，喺大學裏面，如果佢話唔係啊，你買 textbook 啦，跟住我跟住佢講啦，咁呢個人就一定瓜㗎啦，即係基本上唔應該啦。咁啊，大學係咁，咁你而家中學、小學其實你要啲細路係咪？早啲有活嘅思想，早啲識得即係主動係嘛，即係 active learning 係嘛。你第一部分就唔可以俾本書佢，叫佢嗱你背啦咁樣。即係你臨到考會考冇得講啊，你梗係買啲雞精書去背啦。但係你話成個教嘅過程啊，咁自己點解要靠呢啲咧？啊，亦都衍生咗呢啲問題出嚟啦。點解國際學校得咧？因為國際學校唔需要跟教育處個 syllabus 嘛。啊！即係佢有自己獨立嘅運作噶嘛？你嗰小學你要佢咩啫？喂，識到基本算術係嘛？語文能力啲 objective 可以 test 曬就知噶啦，係咪？佢達到個目的，你得佢點教啫？係咪？用咩方法啫？但係香港啲小學陰功啦，因為教育處睇噶嘛。因為佢有個共同嘅老細啊嘛。啊！咁就框死曬。咁個共同老細，咁佢點樣？去個別去知道邊間學校教得好，邊間教唔好啫。咁最好啊，大家劃一去測試，咁咪實清楚啦。唔得要插佢嘴，即係冇理由話唔得嘅，因為好怪好怪喎。直到中午咧 ，suppose 都係有所謂嘅教科書喎。咁如果你話跟呢個所謂教育處或者教育局俾個課程，預科都係啦。是啊是啊，但為何預科從來都不會說即是真的全部是先生整碌屎的，我們不會說跟教科書，那你為什麼呢？為什麼中一至中或者小一至小六一定要呢？根本是沒有關係的兩樣東西，突然間就要變可以自由發揮，突然間是自由發揮的了，即是他書單會落，他不知為什麼的，一定要落書單的，這樣但是呢就全部都是即大家就知道的，上到預科呢你是開了學兩個禮拜呢見曬啲先生啦，咁佢咁通常咧，你都唔使買噶啦。咁你到時你先至決定。因為我哋個預科咧，其實係大學嘅一年班嚟喺英國裏邊，所以其實係冇一個所謂 textbook for 呢個 level 嘅嘢。咁如果我哋用咧，其實係用大學嘅書嚟嘅，即係你讀經濟用 Sanderson 咁啦。但係唔係我明白就係因為其實個問題就係
你高考其實都係有寫明曬嗰個 curriculum 啊，個 syllabus 係乜噶嘛，一樣嘅啫嘛，其實係，即係佢大學嘅內容得嚟，但係佢係剪裁曬咩 topic 啊，要講好清楚嘅，成本嘢咁鬼死厚。咁其實情況一樣嘅啫，點解突然間咧就會變咗？好啦，咁即係話之前嗰十一年究竟發生咩事呢，即係大家討論下，或者大家自己諗到咯。即是比較官僚制度和利益集團控制住，即是整個教育呢的問題呢，在某個程度上呢，由我們這些教科書的現象呢其實可以看到的，是不是？即是我覺得一個最大的最毒害的就是說呢，即是我們給我們一種香港學生呢，很多時候走出去之後呢，即是有一種給外國的學校經驗都是啦，即是他們是沒什麼真真正正可以獨立思考的。咁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呢，都係俾人講俾即係局限我哋嘅個知識呢，就係由呢本書裏面所講嘅，呢個最緊要嘅。咁為咗你要應付呢個咁樣嘅遊戲，呢個官僚設計出嚟嘅所謂教育嘅遊戲呢，咁你被逼呢係差唔多係十幾年嘅時間啦，十二年嘅時間，十三年嘅時間呢，係不斷咁俾人哋嚟到磨練嘅。咁所以到咗你真真正正出到去外國嘅時候呢，你發現呢你已經冇咗呢種咁樣嘅學習自主嘅能力嘅。咁所以嗰個問題就唔係話教科書佢即係人哋點樣售賣下嗰啲學校啲校長食咩嘢，其實最緊要了解到呢成個有教科書呢個背後呢係一個反教育嘅。我哋學嘢係即係知識可以話無窮盡嘅。而我哋每一個人嘅學嘢呢個興趣呢亦都可以話呢係不同嘅，喺不同嘅時間我有對不同嘅嘢有興趣嘅。點解我哋嘅教育係咁傷我哋嘅腦袋呢，就係我哋要死板板喺我哋邊一個時段邊一個原來時間呢係要讀要識乜嘢嘢呀。大佬呢個同我哋嘅一般人學嘢嘅正常嗰個步驟呢係完全係違背嘅。所以點解個最創傷最創傷就唔係話呢啲書賣幾多少錢啊，啲人點樣要佔小便宜嘅，就成個概念有呢啲咁樣嘅書本嘅概念，令到個老師唔需要去自己去諗嘢，大家呢係跟隨咗一個建制，認為你重要嘅知識，而你去要被逼十多年去咁跟隨，你個腦唔壞都難。所以我覺得其實將來我哋嘅建議嗰個教育嗰個改革呢，其實個個人都即世界上嘅嘢學唔曬嘅。我哋應該一個而家有我而家所謂互聯網攞資訊嘅能力係咁好啦。我哋其實係每一個細蚊仔可以俾佢隨意去學嘅。譬如有1000個單位去學嘢嘅。咁我哋每一個人可能喺嗰段時間可能學到100個單位啫。咁你唔使話死死板板話你一定要學咗呢100個單位某一個單位。你就俾佢自由發揮。佢某個程度，譬如佢某個時段，佢鍾意恐龍好鬼有興趣嘅，咁俾佢一個時間，或者二年班、三年班某一個學期，佢好鍾意去研究，咪由佢自己去學囉。因為反而呢個咁樣嘅訓練啊，隨著自己嘅興趣去學習去尋求知識呢，呢個係真真正正教育嘅訓練啊嘛。而我哋所做嘅嘢呢，就係簡直係反教育嘅，反我哋嘅腦袋嘅正常嘅運作，反一般人求知嗰個過程係完全係違反咗嘅。所以你應該睇到呢啲咁嘅教科書呢，呢啲咁樣嘅設計呀，呢啲咁嘅教科書成件事呢係導致我哋香港人呢係而家今時今日呢係遇到問題呢係解決唔到嘅。但我想提返你一句呢，即係支持呢個咁唔合理嘅制度最大班人，你知你估系边班咧？家长，学家长，冇咁嘅家长就唔会有啲咁嘅制度。因为你嘅家长都系呢啲咁嘅制度之下出现出嚟噶嘛，系咪？佢都唔知道，佢都根本都佢都我哋呢，即系我哋教育令到佢班家长都从来冇去质疑过呢个问题，因为佢自己都已经丧失咗个判断是非嘅能力啊嘛。即係尋求真相嘅能力㗎嘛，係辨別嘅能力。我哋已經成個教育制度已經係徹底嚟到令到我哋係喪失咗呢種咁嘅最基本嘅腦袋嘅運作嘅能力。咁所以呢個睇下我哋嗰、那個即係點解香港嘅教育係咁失敗，係咁危險，咁傷害囉。所以你可以諗一諗啦，即係教即係令到教育好返呢，除咗喺個學校組呢，其實呢最緊要其實係嗰班家長。咁你起碼
好多人呢學校都改革咗，下一代嘅卡組好啲呀、啊。即係佢應該有個開始囉，係咪即係如果你就咁係即係改呀學校啲嘢呀，即係改做課程呀，呢啲冇效㗎。好過連呢啲都唔做。因為呢班即係你諗下，如果你對班家長話嘩，你家你個仔女返校讀書呀，唔使冇教科書㗎，咁你估佢會好真係好失望㗎喎，喺當堂佢不知點算好㗎。係啦，因為佢哋都係咁樣嘅教育之下嘅產品嚟㗎嘛，即係佢都係即係這個地球上嘅知識無窮盡嘅，佢哋真係跟你不知所從，即係好大鑊㗎嘛。我幾年前呢遇到一個朋友，咁呢個呢係一個即係根本係外國畢業㗎，一個好似係 engine 嗰啲底嘅。咁佢好驕傲到講俾我聽呢，佢話呢我自從大學畢業咗之後呢，我一本書都未睇過。咁咪衰啲。未必好 proud。未必㗎喎，佢可能係好好嘢喎，即係佢唔再睇書呢，可能佢仲冥想啦。可能佢真正好學啊，呢啲。真正嘅學識係由冥想嚟而嚟㗎喎，你有有空洞嘅裏面嚟到。有 meditation 嚟喎，有啲咁嘅人㗎喎。我咪哲學嗰啲就有。但係佢喺啲好窄嘅命題裏面轉嚟轉去嘛，咁佢都要睇咗人哋嗰啲嘢咁樣啊，自己諗啲古怪嘢啦。咁但係你大多數人咁唔睇書嘅意義係咩咧？唔係佢日日上網係嘛，咁都得。我相信佢嗰個年代唔係上網，總之佢覺得係即係佢可能佢經驗咧，即係佢學校好辛苦捱過，從來唔好真真正正對學習有嘅興趣，即係產生濃厚興趣。攞咗佢個 degree 咁啊，就揾到份工咁啊，賺錢咯。係嘛？從來唔會一本書提過，呢、這個即係你睇到我哋個教育嗰個即係嗰個成果。咁啊，醫生啊，你呢件咁嘅事啊，呢幾個新聞咁，你即係有咩嚇、啊、解決方法咧？其實短期嚟講，嗱咁其實咧有好多學即係好多學校咧，其實已經做咗啦。咁我哋睇到喺香港好多嘅學校，即係所謂一般嘅國際學校啦，就算我自己仔嗰間都唔係真正國際學校嚟嘅，咁但學校都有佢嗰、那個，即係佢都有自己設計嘅，即係自己諗嘅，咁佢哋通常係白派子仔嘅，咁就算喺外喺美國咁樣啦，我喺美國讀書嗰時候咧，我亦都去嗰啲中學教過一陣間嘅，即係當一種然後補習下咁樣，咁佢哋嗰啲書本咧都係係借用嘅啫。啊，咁即係你用咗然之後咧，咁咪俾下一班用咯，咁嗱，因為點解咧？我喺某程度上咧，譬如有啲基本個嘅學識咧係需要嘅，即係固定咗嘅。譬如你讀物理咁樣，咁物理然後物理學嘅 mechanics 啊，即係個流量學啊，咁牛津嘅定律啦、啊，咁即係可以話基本嘅，即係基本嘅常識，基本嘅物理嘅知識。咁可以咁講咧，就係、是、你有個課本書 OK 嘅，係咪？即係大家有個基礎咁樣咯。咁但我亦都真係唔需要咧，係用呢啲咁樣嘅滿言更換呢啲咁樣嘅教科書，係嘛？咁外國嘅教育我都即係喺某程度上我唔係話最好，但係人哋都係咁行囉，係咪？咁點解其他國家可以即係個教科書可以大家去借用，一言咁大家用就唔使不斷咁買囉，咁簡單咋嘛，係咪？咁呢個我讀大學嗰時七年年代呀，咁已經識得咁做囉，係咪？咁今時今日加埋互聯網上嘅知識，我哋更加唔需要有呢啲咁嘅白教科書。咪即係而家你香港呢個情況啊，我最簡單就係、是、第一唔係咁話班議員唔知做乜啦，選舉期間咁呢啲都冇聲冇氣啊，跟住阿張文光喺度啊，唔啱啊咁，喂你第一日做教育嘅代表啊，唔啱咁你，喂好簡單啫嘛，第一佢冇諗過點解，佢自己張文光從來都冇解決方案嘅，淨係話唔啱啊，咁啊唔好啊，咁啊違反教育啊咁樣嚇，永遠係咁嘅啫，你記住啦，譴責呢個譴責嗰個口號啊。簡單你政府首先就找下廉署出去看，叫他寫一個詳細守則，冚唪唥這些有利益關係這些東西，是吧？即是這些做到啦，你的議員就算政府不睬你，你即是走去廉政專員坐低，就算拿他叫他一齊職，或者坐埋整個守則，找一班教育界的人出來，是吧？其實都不用教育界，你請我去一天就寫曬出來，不准這樣不准這樣，什麼差都不准都啱啦，你教書就教書，吃那麼多飯做什麼，是吧？搞定他先，是吧？咁下一步就梗係當然研究嗰個教育個問題啦，咁呢個耐咗啲啦，係咪？另外就呢啲咁嘅出版呢，好簡單，你限佢三年唔准改版嘅，改版要申請嘅咪得囉，最少你嗰本書可以用三年啦，係咪？即係可以有兩年係啲人係用二手書嘅，
二手書咁你點解唔得嘅？咁二手書我相信都有人用緊。咁嗱，我而家唔知佢改版幾快啦。年年改㗎，等你用到二手書咁咪冇生意。我覺得咧，如果嚇，即係如果你嗰個資料咧係要不斷咁改啦，咁即係呢個要改得有咩快得過互聯網嘅資料啦，係咪？但我曾經所講嘅，譬如有啲基本嘅數學、基本嘅英文。啊，基本嘅物理學，咁即係你根本係唔需要改噶嘛，咁像牛頓定律咁成日俾你改嘅咩，係嘛？咁呢個情況之下，點解唔可以個將個課本書，即係大家即係借嚟用咧？用咗之後，咁啊下一頁咪俾翻人哋咯。咁喺俄國，曾經所講俄國係咁做噶嘛。咁所以你話嗱，即時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法，而令到啊學即係嗰啲學生嘅嗰個即係喺教材方面嗰個負擔會啲減少，咪即刻行呢條咯。即係啲書可咪大家學校買咗之後，大家用幾年咯。冇人用互聯網啦，依家係嘛？冇錯咯。依家你即係我想話唔識啊，唔知啊，冇都唔得啦。我去借本書佢都唔係，你自己上網睇幾時夠鐘啦，係嘛？已經冇咗。好啦，其實好簡單嘅啫喎，你咪即係。根本取消 textbook 呢樣嘢佢咯，你鍾意咪出咯，你鍾意咪買咯。但係呢所有呢啲咁嘅即係出版，即係其實唔好搵出版商搵幾個先生就得啦，夾埋整一個網，嗰、那個網係長年 update 嘅，係咪？然後嗰個網就俾政府俾啲錢嘅，咁任何一科都係整一個咁嘅網，或者幾個啦。咁然後你學校咪指定嗱，我哋用呢個網，咁以後就大家唔好買書咯，係咪？一般嘅你鍾意就 download， 因為嗰啲一定係 open source 啊。中意你咪 copy and paste 印出嚟咯，然後大家用咯。而家每年 update 啦，每個月 update 都得，係咪？你揾班人負責，即係幾個先生負責嗰本書，不停改佢，不停 update， 大家睇到啦。咁其實，喂，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已經解決啦，下一步就應該係咁啦。然後咁當然呢班出版商點算咧？咁樣咪最。去出商業書咯，去出鹹書咯，冇所謂啦。做啊，你知唔知依家？嗱，即係頭先你所講嘅，因為其實我哋遲早咧，商業書咧得一樣可以買得嘅就係財經書，你知唔知啊？哦，買咁誒，即係有啲才子啊嗰啲都有啲，有時有啲嘢。趣味嗰啲文章啊，小説咧都有興趣，都有人有興趣知嘅。咁嗱，因為始終咧用嗰個自己私人嘅電腦啦，其實很多學校已經是這樣的，我知道在澳洲我陣到一間學校呢，他的學校即是每一個學生都借一個電腦給他們的，那他就大家就在電腦方面將個資訊交流啊，咁做 project 啊，咁樣現在他畢業之後已經放，而家啲中小學因為政府抌錢來嘅，那個電腦室係 super 嘅，即係好犀利，電腦多到你唔要嘅，基本上你屋企冇係唔會有太大問題嘅，留喺學校耐啲咯。咁圖書館咧，其實電腦依家唔能夠再話係一個太大問題。咁而家用 notebook 啦，唔係自己每一個人個 notebook 啦。即係你冇 notebook 都唔緊要，你有個資訊俾佢啫嘛，咁佢咪借人哋嘅印咗佢出嚟咯，揾啲廢紙印咗佢咯。即係嗰本書啊，係唔應該再用 textbook， 係應該擠喺個互聯網度，所有教材即係喺網上。其實大學已經係咁噶啦，所有 notes 都係擺上網噶啦嘛。咁點解中學小學唔得咧？中學小學先生忙，咁你咪請兩三個先生出嚟專責嗰樣嘢，佢唔使教書咯，通過俾錢咪得咯，係咪？搞掂。點解仲要有呢個制度，有 textbook 呢個制度啊？根本就應該取消佢啦嘛。冇錯，係嘛？係。咁啊，好啦，我哋即係嗱呢件事咧，其實咧某程度上咧都係引導我哋咧係教育嗰方面咧係即係提振啲咯。個問題真係唔係只係教科書咁簡單嘅，係教材即係背後其實反映咧係我哋教育嗰個其中一個失敗一個原因喺邊度 ？OK， 好啦，咁我哋時間都差不多啦，咁我哋就下個星期再繼續啦。OK， 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